中间有人吗？我在中间。啊，没人，没人。越来越，我没有定早食，我只剩食物吗？我没有食物了。这什么？干嘛？等一下，二可以一起吃。分你，一起吃。好，这里有定早食给你。爆发好感度哦。我用剑士守护，用剑士守护。所以我们有人来喽。哎，我这边还有水流，不怕。好，我是贴着水。OK。哎呦！我在格挡，我在格挡。OK， 我们很靠近他们家的。好，来去吧。到他们家了。我在挡。好，你有贯穿吗？我先召唤作者。好，我也召唤作者。这里有，我这里有剑士，剑士，拿去。我把他们堵住。吃他们。你赶快继续哦，你继续打，我把我们这里都堵住了。哎，有人跳下去，一个跳下去了，毒苹果，赶快吃苹果，是不是？我把它吃掉了。洛神，有把射手，这里狂打，是不是用弩比较快？他怕弩吗？毒苹果丢掉，我不知道，我吃掉了，差，是，好了，结束了。我觉得这弩太强了，你要当这样，哒，你知道那个弩可以附到那个？快速上选他原本的五嘛，贯穿三跟奶酒三根本不用打、啊。你怎么贯穿三？不是五去敲的话，不是就是变三了吗？没有，我买两把，买两把、啊、就多把一点啊。我买两把也真合在一起啊。所以就是你就存五而已。对啊。然后把他两个合在一起，就变成是我的是快速三贯穿四奶酒三。扯、啊、上去好、欸、我找到这攻击力也很高哎、欸、这个弩超强啊这个游戏的弩叫崩掉这弩子很扯哎、欸、我还先付了贯穿对我也是啊很多这样我刚刚在快速上前就玩得很爽了对啊好扯哎、欸、不是我怎么跟自己结婚啊然后你还跟自己撒娇嘛对不对他自己娘啊、哦、左手你好可爱哦小雨，你比不过哈基的左右手哎、欸！哎、欸，没关系，我换拿一把超强的剑。哦，有东西我没东西。后来变成小三，然后因为哈基跟自己结婚，所以他的那个亲密度超高，他不用动，就加进自己跟自己啊，好爽哦！抗性，哈基表示我宁可跟自己的左右手。难怪想要跟你。哎，我刚刚跟那个云月买那个蛋糕盒都没吃到。准备要吃的、嗯、结果来不及。中间商场有卖那个情侣蛋糕，还有情侣蛋糕可以搞，有可以加情侣蛋糕。哪里、啊？我们不用加亲密度啊，自己跟自己啊，自己跟自己。那个超高的，超夸张。哦，还有这样子的哦。对啊。还有泪水是怎样？啊，这个底下是什么？我不知道泪水是怎样。知道结婚证书才能来、啊。表情证书。结婚证书哪里来？没人。下面这边。杰克，哎，不下来了，我在楼下，你可以用这些去买。好像，哦，这里，哎呀，对不起，他这个是增加那个啦，亲密度。哦，因为也是增加亲密度，就只是这只是一般 Q 出来而已。那我在哭，哭，诡异，浪费钱，诡异。点我向你的情侣求婚，我没有情侣。那、啊、这个求婚的话，就是可以增加亲密度啊，快速上升哦。他自己就最快啦、啊，对啊，对，就没了。最快，自己跟自己最快、啊，自己跟自己啊，最强哎、欸，水柱开始复原，太稳了。Legendary，、哦、水柱没了，还蛮酷的。结婚书约没人。他是不是没有重置啊？我记得上次好像有重置。哪里啊？有吗？是这就是这样子吗？哎、欸，这个重生点会一直死掉哎、欸。重开。干嘛这样？干嘛？干嘛你不是觉得自己左右手比较好吗？你跟你的手吵架了吗？你要剁手手了吗？剁手手？你知道刚刚那场怎么赢的吗？对啊。我好像打错家。哦，迷彩传送门过去，然后走错地方吗？没有，是我跟巧克力在打、啊。我跟团团在打、啊。团团他们在打、啊。就是我，他们说看到我的画面是，我也在跟着打苦力吧。还是你想打我们就打到你想打我们啊？你应该是从外面，因为哦，外面有人。
我的确是在打苦力怕，然后我以为我喜欢在阻止我。哦，白痴！哦，快！所以刚刚是三个人一起打，这么快啊！哇！我还没发现聊天室跟我讲的，说对耶，刚刚是蓝色阵营，对耶，刚刚是可以自灭苦力怕的。原来你是间谍。那我一开始跑到你们二塔也是，我在打几下苦力怕，然后换见我们的苦力怕第一个就死了。我还想说，我是不是打错了？走一走很容易迷路，真的超容易迷路的。他那个传送会分不清哪一边呢、欸？给个箭头嘛，下造型，下次给个箭头啊。他自己开始坐车车，他自己来车车好了。好好车车，然后瞬间直接开始了啊！我要做第一个，去，坐车车，开进，坐车车，我也要，调设定，坐，哇，好热门，一下就坐满了，啊，你们去吧，我要对着前面的人，起来一架，急，脱轨了，小心哦！哎，我杰克，我跟你好近哦，怎么会这样？对啊，我跟你贴在一起了。哇，特别近哦！都坐到我腿上来了。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融入。哎，我坐在一起了。什么？你说什么？是他自己，是他自己坐上来的。我坐最后一排哦。哇哦！哇哦！我被推到旁边来受伤啊！我直接跑酷到跑酷点啊！我直接跑酷上来了、欸，直接跑酷上去。哎，这我记得一手。来、啊，我们这场玩一点特别的，好啊！还有特殊模式。哇、wow, 嗯，特殊模式！我记得有一个两倍速星辰模式，永夜正常特殊道具永夜。然后呢，战场会随机降下特殊道具，哦，我也不晓得是什么道具啊，就来试试看谁开冷气。冷气，想一想，听到逼声哦，被俩包，是谁？来，随机分队，对，哎，对，我还没选技能，技能，蓝色蜘蛛网，二什么二？蓝蓝路下去，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羊。哎，对，上一场是神之手，我都没有看看自己，你都没有碰到，没有啊，甚至没有挥击，没有去想说是不是有加速，对啊，它是永久的。看一下，我完胜自己三颗星好多哦，我觉得不好，对啊，三颗星很贵，可是他如果提真很多话。哎、欸，他那个我去跟他们讲说这样就进奴了，好不好？嗯，好好。哎，顺便把酱油叫下来，哎、欸，跑了。哎、欸，他那个暴君有杀很大，蛮强的。我看一下，暴君他每杀十个增加两颗星，最大叠加五成就是十颗星嘛。然后死亡不会重置，哎、欸。那为什么有一个在一阶？那酱油是哪一队啊？我们这一队，他在干嘛啦？我刚叫他，刚他分。不自己下来啊，酱油，你在干嘛？没有没有，我刚刚想说，怎么突然都没声音了啊？下来了，还下错键。哎、欸，巧克力，嘿，他那个被动的暴君蛮强的，你要不要看一下？他死亡不会重置击杀数，哎，十个玩家，我刚刚那场也才八个而已、啊。哦，是啊、哦，好吧，那个等观众场，等观众场。好好好，那我今天知道。哎呦，不死图腾，不死图腾感觉也不错。死神的眷顾来哇！哎、欸，就大家都选金田制造机吗？我感觉还是作者很棒啊，作者蛮棒的，可以当守卫。作者很好，作者很好玩。对啊，对啊，我是喜欢雷啦。他的强点的时候很好用。刚刚是不确定有没有隐身，我直接敲雷下去，就一直炸到哈基啊。哦，雷也是不错。哎、欸，对，我用雷，我用雷，我来守。我也是雷。哎、欸，雷加嗜血有没有？雷加暴君有没有？专门抓隐身的，来，我抓哈基就好。雷暴，暴君没有抓、啊，不是啊，我可以杀死他，还要杀死他，因为隐身过来一定是裸装啊。嗯，还要双击杀死。
好，他们好了，那就来了。好啊。星辰模式，来吧。哦。按摩吗？好黑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有吗？有吗？有，外面是天黑的。有。叽叽。完了，我们镜像了。对。镜像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商人会反过来。哦。我先去铺路，你们第二波的人穿装来。好。好。那就算穿装也是要有一点羊毛。好。哇，这个连盾我都买不起。繁星，你钱多少？三三。好好好，来迟。有点冷。下啦，反过来了啦，反过来了啦。欸、他们都已经到了、欸，他们太快了吧？他们起手就直接冲了，哇哇哇！你们要不要来？我觉得这样好亏。好，反过来，我们那个鸡蛋在哪里？我卡住输入法87。哎、欸，他们把自己的作者给打掉了，把自己作者打掉。哎呦，有没有队友？有没有队友？来了来了，我在换武器，我在换武器了，我被打过来了，三个轮啊，三个人啊，三个轮，不，遭队友了。来来来，我们的守护者，来，现在打没有用啊，现在打没有用吧？现在无敌啊！啊，对，前三、哦、三百秒，对吧？他们也太急了吧？可是我们被打过来了，有我来了，我来了。哎、欸，你们怎么都没装？那个小屁孩啊！啊，八七啊，我换的装没有穿了、啊，我穿了，好好好。小屁孩，下去下去，他下去了。哎、欸，可是下去不好，对不对？很亏哈。可是他刚下去，我拿到一颗绿宝石。对啊，就是啊，下去拿到绿宝石。对啊，哎呦，还是他身上的，左边有一个哦。嗯 ，OK OK OK， 可走可走。啊，他跳下去了，哎、欸，没了。哪里？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爆炸了？欸、掉了，你东西掉了。啊，有一个好像爆炸的东西耶，爆炸箭矢吗？不是吧，应该是那个特殊事件。特殊事件。我走过去，我有看到天空有个火，可是离我很远，我就死了。等一下，杰哥直接换钻装，哎，有没有那么浮夸、啊？他一开始中间拿爽爽、啊，超浮夸的，好像他的技能是选给四个的那一个，哦，然后再拿两个，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太夸张了。我们、啊、我自己跳了，对耶，天空中啦，对啊，天空会乱，天空莫名其妙，对啊，莫名其妙，哇，我们资源都被拿很多、哦，嗯，哎、我先围一下我们第一个苦力怕好了。他钻石装还是打可以打很痛啊！哎，小心，坐着。那个小屁孩把路打掉。天空就只会降火。哇！我死了，你有事吗？我没事，我没事。啊，我想说，他应该有受伤，所以天空会一直掉下那个。嗯，受伤才会这样子啊、哦？没有没有，就是刚好有时间来。特殊道具会伴随着火球降落，所以火球降落的地方会有特殊道具。嗯，前面一点，巧克力哦，降落的地方。哎、爸爸，你把我挤下去了啊！怎么可能？你跟我加起来也不会，很会生啊！哎呦，很会、啊。你可不是说你很会生，而是我。哎呀，哇哦，哇哦，大屁屁。中间有拿到绿宝石就可以先回去，有回来回，我还是拿个木剑，哎、欸，两个小雨，哎哎哎木剑，哎、欸，不要小看我的桃木剑、欸，你们有盾牌的，可以给我吗？你身上有他的，有，哈哈，被我自己买盾牌了，真开心。你知道我刚刚那一瞬间想说，啊、我都这样子，你还要跟我要盾牌？有来要多一个，要多一个。哎、欸，你们 paper 有50，那是什么意思啊？知道，还是那是亲密度？忘记了、欸。啊，杰克，哎、欸，那个杰克来了。亲密度好像是。断装杰克来了。哦，一个爆炸，我准备走了。15。有看到他炸哪吗？他在我面前啊，可是我什么都没拿到啊。嗯，彩蛋箱，我还以为他们漏彩蛋箱啊！彩蛋要啦，
就钻石多两颗钻。哎、欸，四秒。团可以吗？那个房间要帮忙。两秒，我来了来了。有隐形，帮忙打我在跟他面对面。有隐形，有隐形，我回去守，回去守。有睡。哇！他钻装是不是掉了？好像是的样子吧。我没办法帮你哦，我皮革装、哦。他进来了、哦，苦力趴那边哦。失误哦，我要走了、哦。哎、欸，来，快点，苦力趴那边。两个在。好，我还在打，在打，我要毒北虎啊！哇，每个人来不及。哎哎，有人来得及，来得及。酱油是我，你干嘛？没有，我刚刚看到他架。你是掉下去了？是是。哎，有掉下去。有中间有一些白白的，有些白白的。从天空坠落的星辰。嗯，金苹果，金苹果。还有火药。我把他们的路挖掉了，你们可以对安心一点了。好，好。有人走过这条路吗？我再拿两颗绿宝石就回去。哎、欸，这里给你，我刚好